听说 Basbar Market 开了一间米其林等级的点心店，那我们来看看吧。哇，你看看，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啊！每一个烧麦个头都非常的大，食材又新鲜，咬下去真的是满口鲜香，真的是好满足啊！这个鸡爪卤的软烂脱骨，真的也超赞的。排骨真的很入味，而且非常的新鲜，咬下去满嘴的肉香。这个蒸肠粉比较像广式的肠粉，比较有嚼劲，是我比较喜欢的。五香肉卷也非常的扎实，外面酥酥脆脆的，里面超香的。萝卜糕也炒得清爽又入味，炸物也蛮有水准的，炸得清爽而不油腻。喜欢吃麻辣口味的，这边还有麻辣炒饭，还有酸辣云吞可以选择。这应该是我在雅比吃过最好吃最新鲜的港式点心了，大家有空来试试吧。